多谢。多谢。多谢。卡上哦，叫咱去餐厅吃物件，想袂到你是带我来遮吃路边摊。歹势啦，啊，我着偷偷离开戏院的时阵，伫咧想别个代志，啊，你行来行来，唔知为虾米就行到遮来啊，啊，你袂甲卡上讲啊？啊，这有虾米好斗的？即当吼，咱自少年就常常来吃，这口味嘛合，食袂鲜啊。即当吼，即马第二代头家因后生接来做啊。一开始的时阵吼，迄口味佫有淡薄仔走味，佫变咸。即马做倒转来啊，坐啦坐啦。这猪头皮吼，较早上好食，我甲建定吼，两个人定定吼，抢讲吼要食。啊，建德兄这个人吼，就是袂忍，搁爱忍啊。哦，我会记有一摆，咱两个人搁扶伊倒去做山索，伊规路拢咧唱歌嘞。明珠，该回去了。今日出电影。我真正唔知影，伊是咧搬工。你是讲女主角袂生代志？我感觉电影真好看，这男主角真缘投，甲女主角按一个故事嘛，我感觉真感动啊。那呢，你是真正无见怪？袂啦，你想想这啊。啊，那安尼，你毋是毋通像电影搬恁搬安尼哦，甲我灌酒醉了后，甲放上去毒吧。我想看卖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吼，这翁仔某做伙生活，那是电影内面讲的酒爱甲欢喜，对我来讲，搁有信任甲尊重，就像。我相信你，嘛尊重你的选择。多谢。啊，你看起来敢若对电影无啥兴趣，加食一寡。咱真少会当出来食饭，爱食好够本哦。是啦。啊，但是电影我敢若看。就是感觉无啥感觉，可能也是味道开始合无啊。讲到这，我准备好啊，我能开始画你啊。画我？啊，你之前不是讲要做我模特路？啊，我唔捌做过模特路啊，你即摆形容安尼讲。我有淡薄仔紧张咧。紧张啥啦？做模特路吼，头一件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放好轻松。放好轻松。你即摆做哩食咪？啊，不过咪真济，我计互你食一个。会当看到你过到遐尼幸福，我就安心啦。就算讲你的笑容唔是因为我。是为着别人，我嘛一直把你放伫个心肝内。我是画家，我是要画你的人，你还在讲呢？我是要哪画啦？免看啦，林阿叔吼最近袂来啊啦。为什么？伊讲要甲我画图的呢？大人讲话拢无算话。啊，恁阿舅嘛有代志无用啊！伊要无用啥？讲话哪会无大无细啊？恁玉秋阿舅哦，浪费真济代志无用，伊即摆无时间嘛，无心思来教你画图。啊，讲讲遐济你也听无啦，无采恁阿舅哦，安尼甲你惜命命，你一点仔拢唔知甲体谅啊！阿舅无要来，我嘛无想要画啊啦，我敢会使出去耍？莫想唔当啊啦！
新一个人出去佚佗啦，咱来去岐山踅踅，食好了。啊，你毋是要报名？咱遐早就起床啊？日头晒到睏袂起啊！阿信，咱去岐山食冰踅街，好无？好啊，好啊！好，恁两个紧去换衫。哦，你甲看，一日听着要出门哦，物件拢唔收。阿张才拄讲，今日就爱我做伊模特咯。有秋。人是去倒啊？咦、欸！文杰，你清朝之前哦，咱岐山这并无庄啊哦，迄是有一个阿婆哦，咧卖面卖烘番薯，啊，真侪人拢踮遐咧食物件，踮遐开讲，所以岐山的地名就叫做番薯寮。月秋，你最近好不？好啊。啊，你嘞？最近好不？差不多啦。啊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我头先去街仔遐买一挂画图要用的物件。哦。你要上班啊？是啊。月秋，你最近敢若瘦真济呢？精神嘛无啥好，你人无爽快啊？啊，最近农会准备改选，是头事较济，较无闲。不过看你面色无啥好，应该毋是单纯身体安尼尔啦。你若是有闲哦，去病做一个检查。不要紧啦，啊，我出细汉就安尼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多谢你啦。啊，无耽误你的时间，我先来。奇怪，有树长得好好啊，那绿色那变只白。小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，不舍让你孤单寂寞。我只想深深。